去埃及之前我就认识他。杰克拉布玩德莱文的一个小主播，拿冠军了，看着没？我铁男，行尸走肉。A 打被动，吃药，平A，跑了，闪现 Q 闪。接个平 A 点烟，回家。两个布甲，加个血瓶，铁铠冥魂儿。来了，早点盐不用闪。你跟我说一下一级点盐能点多少滴血的？你给我说一下一级的点盐能点多少滴血？你跟我看我这么长时间直播，你早上看的还是？你居然都不知道一级点盐到底能点多少血？生命是暂时的，而我永远屹立。八十？多少？掏锤，砸，别让他看见我放技能了。掏不到的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，我补个炮车没毛病吧。啊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，大哥。那蓝枪就跟我旁边呢啊，呀没在啊。蓝枪居然没在旁边。这铁男这英雄想杀人我发现真不好杀。一共就两个技能。他就只是对线稍微有点恶心，那其他的还好，能关一个人儿。就没了，回家了。死后世界在召唤。来个皮孩。
再来个红宝石。哎，小反甲了，我看你能不能打得动我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荒漠屠夫五级能去中路干个。这鳄鱼怎么正好升六了呢？这鳄鱼真能生啊，我操，我先等他回来，我夸一个大把他摁了，正好升六了，太打，我发现铁男这英雄还是得右一点哎。这武器有闪吗？不是，那鳄鱼那个 W 技能把我盾给我破了，把我大盾给我破了。算了，我等一会儿钱吧，我正好等个400。为啥先 W？ 问得好，这不傻逼了吗？困于凡尘之躯，如今我是钢铁的化身。真能穿呢。没有人敢干上我了，我感觉。天真烂漫杀我，
溜了。来个推推棒，再把这整个沙漏大面具就行了。蓝炼汉的折磨，全都是弱小和卑贱的灵魂，对肉体依依不舍。这铁男这英雄玩的，这个英雄不太适合拿来上分，我觉得。带队友其实不太好带。这中路人有点多呀，中路我估计能有四个人。你看看。换一个还行。你打得过我？蓝枪呢？给我出来！来追！今天走不了。不行，你别追了呗，硬追呀！德莱文还回来了，回家。我们无敌了呀，把下路塔拆了，看能不能拆个一塔啊。OK。你点灯笼走了，那这兵可是我的了啊！回家了，无敌了。哎，我来个冰杖吧，怎么样？我觉得行。我先来个冰杖，这样我能追人追得快一点。武器去打野去，这上路给我了，我去找这鳄鱼去。我这见面直接打他，吃我车是吧？小龙给了吧，那一条小龙给就给了，没关系。武器也不下就打龙去，你说？你俩跟我抢什么线儿呢？我操你哥了，上瘾了是吧？我今天不把你蛤蟆给你抢了呢？你看着。妈了个巴子的，真他妈能抢。
不好意思，这有防御塔。我来了，兄弟，跟我来，我们这现在这是无敌的。算了，别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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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合适，我们回家。这武器人菜，脾气还大，不是他凭啥有脾气啊？我又没打他野、啊。他凭啥有脾气呢？凡人因恐惧而规划明日，我则为永恒而设计。咋？哦，我有盾。要硬说有脾气，咱都不知道他因为啥有脾气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突然之间就开始不正常了，犯病了，就开始。我把这打了，拜拜，溜了。这锤石干嘛去了？让人勾了，好像是吧？我现在点名基本上就是点谁谁死，谁被我点到，那就是一个字儿死。兵一个一金币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才一金币？因为你补多了。你他妈还玩不玩？红不给我，抢我兵。你说我爱玩不玩？好，好啊，好！我真是惯的你，我操了！行。这不能拆了。
哎呦，我操！我好烦哦！我好像这种游戏，这种团队游戏就有点烦，你知道吧？你治不了他。你说你吧，你要是不好好玩，你说你这其他这几个队友他怎么办？嗯，你说你这其他几个队友他怎么办？挂机，然后剩下几个队友，一人带他几个，那也太不划算了呢。哎，我操，这人真是够恶心的啊！自己131，咱啥也没说，开始抢你兵。给你来了一句，我就没打算赢。你是你玩自己玩，你也赢不了。别去下路，别去下路带，去下路带也不行，打不过。这人就是感觉就有精神病，你知道500块钱。我交闪，早点把他杀了，省得他们家人支援过来呀，对不对？我装备没格了怎么办？生命是暂时的，我想来个蜡石之牙，一会儿这个换成沙漏。来小龙，我们需要打小龙了。好痛啊！这安妮儿打我，他们家把技能全叫我身上了，我这有点顶不住啊。
三条龙还行吧，出振奋的。我想出个蜡石之牙怎么办？我都出完一半了，我再给他卖了出振奋就算了，我再攒个400块钱，我把他出了，出完以后我把这个换振奋。我得大安妮儿，先手大安妮儿。不会吧，打大龙了。哎呦，好痛！这安妮儿怎么跑那么快呀？我真得来点魔抗，我发现，我就必须得来点魔抗了。来个振奋，小心点右边。水银鞋倒用不上，他们家也没啥控制，控制不多呀。那机器人击飞你解不了。他要杀谁？他要杀德莱文吗？哎呦，我居然让他给杀了！来来来来，把中塔推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那不追那个傻子去了吗？快点，过来把中塔推了。走，来。我已经无敌了！先杀的鳄鱼，好勾。nice 啊！我扛他，你闪什么玩意儿了？像个精神病儿。小龙，等机器人来。对，你就一个人过来查眼，往哪跑？把小龙打了，来。
拉出来，拉出来！你别让那蓝天给抢了，对面龙魂了。好，把蓝天杀了就行。来个振奋，为什么这样出装呢？因为这样出装，我们的双抗可以达到一百多，啊，都可以达到一百多。我是不是得来个沙漏？我想想啊，冰杖给卖了，把这个卖了，把这个卖了，这个没有用。把这推推棒卖了，我来个变大的，我大不大？我一会儿把人给吸住，我更大。可追，所有人都将屈膝下跪，我出于恐惧，我出于忠诚。来，那武器让他带去了。呀，直接打，我们 ADC 打得很快的。我要想办法能框这个安妮儿。叮！偷！可以追。我大不大？我又大了吧？捡斧头啊！哎。拿下，出来，老鳄鱼。哇，我的铁男头一回赢啊。